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03面啊，203面第五行，从当中看起。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前面我们读到假令供养恒沙众，不如兼容求正觉啊，供养黄老居士引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段经文啊，非常的精彩啊。诸位要知道，不但是人生在世，无论是哪一道众生，两样东西不能缺乏。第一个是福报，第二个是智慧。这是从世间法说啊，福慧双修啊。那在佛法里面呢，是把它颠倒了，还是这两个字啊。佛法里面第一是智慧，第二是福德啊，慧福双修。你看世间跟出世间呢，差别就在此地啊。但是这两个东西可以说都是属于第一最重要的啊。人不能没有福报，更不能没有智慧啊。佛法之所以把智慧放在第一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它要超越世间，世间法把佛摆在第一，它没有想出六道啊，没想出六道啊，佛就要摆在第一。要想超越六道轮回了，那慧要摆在第一啊。这就是为什么佛法重视智慧啊。那智慧跟福报从哪里来呢？给诸位说，全是从法布施来的啊，从布施，这个布施供养来的。布施跟供养是一个意思，是一桩事情。为什么说布施说供养？用心不一样啊。平常心修这桩事情就叫布施，恭敬心修就叫供养，差别就在此地啊。比如说我们供养财物给别人，或者供养事物给别人，我以平常心呢，这叫布施啊；我以恭敬心呢，就叫供养。你看看送礼吧啊，就是送个普通朋友，这是布施啊啊；或者送给贫穷人，那叫布施。你说送个有身份有地位的，送个国家领导人，这个不能叫布施，这叫供养啊。道理在此地啊。对父母供养不能叫布施啊，对老师对长辈叫供养啊，这叫是用心不一样啊。那么华严经非常了不起，华严经里头没有布施，都是供养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供养，对阿弥陀佛供养，对毗卢遮那佛供养，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说咋是用布施还是用供养？全是供养了啊。
所以前面经文说，如说修行供养啊，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通通是供养。啊，这就是说，完全用一个真诚恭敬的心来做。啊，你所修的这个得福多少，开智慧的大小是从你的心，你的心越真诚，修福越大，开智慧也越高，道理在此地。如果没有真诚恭敬心，圣人来教你，你都得不到利益。啊，易经里面讲的好，不是易经，是书经上说的，满招损千受益。这个道理是真的。啊，这个杯子，这里面是满的，它就不能再盛东西了，再盛倒下去就慢掉了。这杯子是空的，哎，它就能得利益。啊，人家这个供养东西全部都接受了。所以，无论是事出世间法，学习第一个就是谦。谦虚你才得意了。啊，恭敬谦虚才得意。所以印光大师非常慈悲教导我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我们的心态。十分沉静呢，你就得十分的利益。同一个老师上课啊，即是个学生呢，学生得益个个不一样啊。啊，有人受益多啊，有人受益很浅的，道理在哪里呢？对老师的恭敬心，对你所学功课的恭敬心。敬业，老师没有偏心的，都是真诚的在那里教学，学生得益不一样。这个哪个学生真的得益了，老师知不知道？知道，很清楚。啊，为什么呢？看他的言行举止，毕恭毕敬，啊，认真学习，这学生肯定得到了。啊，汉朝时候有个小故事，啊，郑康成的故事，甄选，啊，这是汉朝的大儒啊。他的老师也非常了不起，马融。啊，马融不但是学术好，官也做得很大，啊，相当于现在正部级的地位。啊，那么他教学，这是富贵人家嘛，家里面养的有女乐，啊，就是一批女孩子唱歌的，啊，他就很喜欢歌舞。那年上课的时候，还要让这些孩子们在后面唱歌，他在那里欣赏，他用个布幕，啊，有个布幕拉起来，呵呵，在那边上课。幕后面呢，
就是他们是弹琴奏乐唱歌。你想想看，那些学生哪一个不想到幕后看一下？只有一个学生，三年，那个心专注，从来没有在布幕看过一眼。马荣知道，这三年下来的时候，他的自己一套东西都被这个学生学去了。人的烦恼习气不容易断的，大儒也有问题啊。他对学生嫉妒，知道这个学生将来一定超过自己。你说一般真有德行的人欢喜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那老师将来超过自己，这是自己的荣耀啊。他不是这么想法。他就有意想害这个学生。用的方法也很巧妙。放学了，回家了，那学生毕业回家了，他带着同学在十里长亭给他践行，给这个同学践行。每一个学生敬酒三杯，在中国讲酒的时候讲三百杯，典故就从这来的。郑康成跟大家在一起喝三百多杯，不喝醉了。醉了在路上就有人下手也整他了。真没想到郑康成三百杯酒喝下去之后，小小的礼节都不是。所以李老师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他说如果我们每个人的酒量都像郑康成一样啊，释迦牟尼佛五戒里的九戒就没有了，没有必要了吗？那都不是礼嘛。这郑康成这是海量啊。所以走了之后，郑康成原定计划走的一条路大家知道，实际上他走小路走了。这就是专注沉浸对老师的这个沉浸呢，对学业的沉浸，你才真正能得到东西。没有沉浸，像现在一般人心浮气躁，他怎么能学到东西？他所学的东西就是迫切他眼前需要的一些科学技术圣贤的这些道理他学不到啊，伦理道德那特别是佛家讲向上一处，向上就是什么？那就用现代的话来说，高等的科学、高等的哲学，那他没办法。我们这是借用现代人的话。现代高等哲学、高等这个科学，所探讨的结论，跟大乘佛法所讲的渐渐趋向一致了，几乎完全相同。那在佛法里头他不及格，在世法里他了不起，在佛法他不及格为什么呢？真诚恭敬心没有。他虽然发现了科学用数学的理论用这个高科技的技术这些仪器观察到了宏观宇宙天文望远镜
用这个去观察了。啊，量子力学高倍的显微镜真看到了。啊，但是怎么样，见不到性啊。啊，探测到最后，精神现象、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说了，无中生有。讲的是没错，无中生有啊。可是佛法讲的比他高明。啊，佛法也讲无中生有，那个无不是有无的无，那为什么说到无呢？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五根接触不到，你眼看不到，耳听不到，啊，鼻子也闻不到，手也摸不到，它不是物质。啊，它也不是精神，你想也想不到。如果它是精神现象呢，第六意识能源到。啊，所以它什么都不是。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可是它能够变出精神，也能够变出物质，就无中生有了。啊，佛法的名词称这个叫自性，发性。啊，我们中国老祖宗也说啊，人性本善啊。啊，是讲这个性。啊，在哲学名词里面叫宇宙万有的本体。啊，本体究竟是什么？这个现代哲学家还说不清楚。在佛法3000年前就跟你说出来了。要自信发现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啊，但是六根圆不到啊，啊，六根能圆到的是现象啊，从这个体里头出了现象了，你圆到了啊，精神的现象、受想行识啊、物质的现象，这你能看到。极其微细也便被你觉察到了。啊，这桩事情佛在经典上也说清楚了。啊，一切众生用分别心啊，第六意识用执着心摩那识，对外可以圆到宇宙，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啊，明心见性呢，跟你不相干呢，你圆不到啊。明心见性才叫成佛啊，自性里面本有的智慧显现了，本有的德能，今天讲能量。科学家讲能量，我们一般讲能力出现了啊，本有的相好，你什么都不缺啊，自性里头圆满具足啊，所以你见到性了啊，见到性了，你看佛圆满了，慧也圆满了，佛跟慧从哪来的？不修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大家都平等啊，上我们跟诸佛如来平等，下跟一切云飞软动平等。你看小动物啊，那用佛法说呢，不但是云飞软动是畜生啊，跟恶鬼地狱也平等啊，那为什么在相上不平等呢？在理上是平等的。啊，相上为什么？相上因为你有烦恼，你有习气，你带着烦恼习气啊，多少不一样。带得多的就显得很愚痴，带得少的就稍微聪明。啊，从这个地方显出不平等。啊，所以佛法修行这个供养里头最重要的
你看供养是什么意思？供养是放下了，真正的意思是放下了啊！你能够肯供养、肯舍呀、啊，啊，把什么灵舍掉了？烦恼习气舍掉，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平等觉，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真供养了啊！那是供养如来，你这一供养，如来就出现了。如来是你的自，是你的本性，是你的自信。啊，这个东西一出现了，你也是如来了，你就成佛了。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这道理总算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佛法自始至终。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到真的究竟佛果，就什么放下而已。啊，所以菩萨六波罗蜜，也就是菩萨修行的六个纲领、六个科目，第一个是布施，布施叫你舍啊。啊，你今天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为什么？《华严经》上说得好：“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就说破了，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个东西，它的总名称叫烦恼。啊，妄想叫做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这三大类，啊，烦恼无量无边，不出这三大类，啊，这个东西要是放下了，自信就现前了，如来就出现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们，放下见思烦恼。你就成阿罗汉了啊！阿罗汉没有见思烦恼，他有无明，有尘沙。那再放下尘沙烦恼呢？你就是菩萨了。最后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了。啊，你就晓得，哎，从初发心呢，到最后成佛，秘诀没别的，就是放下。越放得多，你心越清净。啊，心越清净，你那个觉性就越高，就慢慢就达到圆满。啊，所以布施供养要修啊。啊，这个里面供养也是的，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啊，跟布施里面的内容完全相同。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佛门里头生财有大道啊！啊，你想要发财，你就布施啊！中国人啊，现在我不晓得。我知道古时候供财神呢，供谁呀？范蠡。啊，吴越春秋，诸位要读过就知道这故事。啊，吴先生灭了越。越王勾践真不容易啊！啊，受尽了耻辱，啊，最后他成功了，他复兴了，啊，在历史上说，国家亡了再复兴，太少太少了，啊，他这是一个例子。
啊，他有两个好帮手，一个文种，一个范蠡，忠心耿耿的两个人。啊，可是范蠡很聪明，范蠡知道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国家有灾难的时候，他用你，言听计从。啊，国家复兴之后，啊，他告诉文种，我们要赶快离开，不离开，就会有灾难来了。文种不相信，啊，结果文种真的，勾践赐这个赐一把宝剑给他，让他自杀。啊，范蠡就逃走了，范蠡带着西施逃走了，改名换姓叫陶朱公，做生意啊，做了几年发财了啊，发了之后把财通通布施给贫穷的人，财散光了，从小生意再做起，做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了啊，这说明是你命里有这个财，你舍不尽的，你舍了之后马上就来了，越来越多啊，越多越散了。所以中国共范蠡为财神有道理啊，你真正想发财你就学他啊，财布施嘛啊，那佛给我们讲了，用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什么叫无为？众生有灾难的时候，你全心全力帮助他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免除这个灾难呢，这就是无为啊。别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特别是病苦的时候啊，你真肯干啊，你修这三种布施，你得三种果报，得财富，得聪明智慧，得健康长寿，这三样东西谁都要啊，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哪个族群的人啊，哪一种信仰的人，他通通都要。你说这三样啊，他没有一样反对的啊。佛法里面教人呐、啊，啊，一点都不错啊。啊，所以在这里说菩萨行法供养啊，这求智慧，在佛法里的是把智慧摆在第一啊，那么这能成就供养如来。啊，这个如来是谁呢？是自己。啊，你自己有成就了，你就会影响别人。一切善根成熟的人，他就会跟你学，他就会效法你，他就能成就。为什么呢？你做出样子出来了。啊，做出好榜样。那法供养怎么修？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身行言教。我们要把这个法做出来。啊，这法是什么法呢？戒是法，定是法。啊，这在佛法里面讲。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呢，啊，老祖宗教的我们呢，五伦是法，五常是法，四维是法，八德是法。中国啊，一般人讲五千年的文化，其实不止啊。
五千年是有历史记载的。啊，我们知道中国文字的发明是皇帝时代。皇帝以前有没有呢？也有。啊，有人刻在这个甲骨上，刻在石头上，啊，但是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字，啊，不是没有，现在考古学家发现了，印度婆罗门教一万多千年的历史，我们中国不会少于它了。啊，文字有文字之前的文化，我相信已经相当丰富啊！啊，我们从孔夫子的言论上，你去观察，啊，夫子自己告诉我们，他一生述而不作，性而好古，这两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去玩味。那述而不作，就是说明他老人家一生没有发明，没有著作。啊，那换句话说，他所学的，他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全是老祖宗东西，世世代代相传了。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啊，把他用文字记下来，所以我们后人称孔子为集大成者，他是集古文化的大成，啊，他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伟大了。那后头的性而好古。对于古圣先贤所传的，他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好是爱好，喜欢，啊，喜欢古圣先贤的教诲。所以，古圣先贤东西他全都得到了。为什么呢？他十分沉浸心嘛。那性而好古，那就是真诚啊！啊，他全都接受了。啊，古圣先贤不能怀疑啊！啊，怀疑谁吃亏啊？自己吃亏，自己把自己的门封起来了，哎，把自己这个碗盖上了，人家东西吸收不到了，啊，那就错了。啊，我们相信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肯定一万多年前。就形成了啊，口传，那时候没有文字，世代相传，越简单越好，你记得住啊，你不会记错啊。啊，你看五伦就二十几个字啊，二十个字啊，父子有亲四个字，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样二十个字啊，这还能传错吗？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啊，五常就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啊，四维就四个字，礼义廉耻啊，八德是八个字，孝悌忠信仁爱和平，你看看就这么几简简单单几个字，这是中国。千万年的道统啊！啊，你看以后啊，以后把这些道理详细再发挥说明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到清朝乾隆时候是做了一部大的丛书啊，《四库全书》。哪一种学说
哪一种著作能超过古人这个范围？找不到了。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呢，就这四库啊，很简单呐。啊，让这个国家、这个地区、这块宝土，啊，千万年来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啊！啊，离异之邦，和谐之国啊，就这么一点东西啊。那、啊、关键在哪里呢？上行下效。哎、啊，从从前做帝王的时候，他自己先做到啊，老百姓就跟着学了。啊，家家都能落实，人人都能做到，那不叫供养如来吗？啊，这个社会圣贤的社会，这个地区的人民都是圣贤人、圣贤君子。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啊，所以菩萨供养人，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有财供养，为什么呢？身形，你做出样子给人看。啊，把五伦做出来，五常做出来，四维八德做出来。我做身体做出来，身是内财，我做出来给你看。佛家讲为人演说，演是表演呐、啊，表演就做出来啊。啊，人家在看不懂的地方向你请教，你再给他说明。啊，看懂了，明白了，他不会问你的，他有疑惑的地方向你请教，你给他解释。释迦牟尼佛在世啊，就是这个方法。经典里面所讲的一些理论，所讲的方法，他全做到了。啊，看懂的，跟力的人就开悟了。中下根性的人呢，看得不懂，不懂向佛请教，那佛就给他讲解，经典是讲解。啊，这里面所讲解的佛全做到了。啊，所以他才有这么好，这么大的摄受的力量。啊，让人跟他一接触到，不能不佩服他。啊，多愿意跟他学习。啊，所以你自己不做到不行啊。啊，这叫做行菩萨行法供养。如是修行，这真供养。明白之后，那个财供养他自然就做到了。啊，圣贤人跟普通人差别在哪里呢？我叫圣贤人，叫真人。那我们凡夫是假人，样子像个人，实际上不是人，假的不是真的。圣贤是真的。真人是仁者爱人呐、啊，啊，像这个《弟子规》里面所说的，凡是人皆须爱，你能爱人，这是真人啊，特别是佛菩萨。
佛菩萨那个深度啊，不可思议。他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那是真诚的爱，从自信里面流出的爱心啊，不但人爱人，花草树木都爱，山河大地也爱啊。所以佛法里面讲伦理，比如讲的广啊，儒家没有讲到这个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平等的爱，同样的爱啊，所以佛法称为慈悲。慈悲跟爱有什么两样？爱里头有情，慈悲里头没有情啊，慈悲里头有理。觉悟了，情就变成理；迷了，理就变成情。啊，换一句话说，慈悲是觉悟的爱。啊，这个爱里面说还有迷情在里头。啊，所以佛法了，用慈悲也不用爱这个名词。啊，那这真供养。这下面就解释这底下一句了，以坚勇求正觉，是发供养，是真供养，供养中罪也，故甚于以余物供养恒沙诸身啊。到这个地方才把这个经文幕后啊这个意思为我们说出来了啊。坚是坚决，勇是勇猛，求什么？求正觉。这个正觉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在这个地方文字省略掉了。那学佛为什么？学佛就是求成佛啊，啊，这就正确了，不是求别的，求别的你就错了啊。我修干是修佛是为什么？为做佛啊。佛是什么呢？佛是一个人究竟圆满的觉悟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你都明了，这个人叫佛啊。宗教里面的术语赞美上帝的，说上帝全知全能啊。佛法的佛真的是全知全能啊。全知全能从哪来？是你自心里头本有的啊。自信就是全知全能啊。人人都有个自信，大家是平等啊，所以佛非常谦虚，非常对人尊敬。为什么呢？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所以佛菩萨没有丝毫傲慢的习气啊，这从平等当中修出来。啊，平等菩萨心啊。啊，以任何这个供养诸佛菩萨都不如如设修行供养。注意记住这一句。啊，佛怎么教给我的我就怎么做。这是真供养。这是佛菩萨最欢喜的。啊，你供养什么他不要啊，他用不着 啊所以让我们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供养什么他接受吗？他不接受的啊。他每一天出去吃饭的时候徒步，原本徒步啊，别人供养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分别
啊，也没有任何忌讳。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全部财产三衣一钵。啊，那个衣呢，就是我们现在披在身上这个衣，这个衣，三件呢、啊。啊，这个是二十五条的，二十五条叫大衣，礼服。啊，那么平常呢是七条的。啊，工作的时候是五条的，五衣是工作服。啊，七条是平常穿的。啊，这个是礼服。啊，就这三件衣啊，晚上睡觉当被子盖。啊，因为印度属于热带，可以啊。啊，习惯于这个生活，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不行，这三件衣，人决定受不了。啊，冬天太冷。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它真的是活泼。啊，我们今天讲本土化。现代化，它是非常适应啊，能够适应这个适应环境，到中国就成为中国本土化，啊，叫中国现代化，啊，它不守旧的，啊，你到中国呢，穿中国人的衣服，啊，那我穿的这一件，你看这袖子这么大啊，你们能看到的。这海清，啊，海清是什么时候衣服？汉朝，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汉朝的礼服就是海清。啊，在家人的这个礼服啊，你看领子、袖子绣花纹，啊，出家人素服不绣花纹，那差别就在此地。啊，所以这是汉朝的服装。啊，那我们现在穿长褂，啊，平常穿长褂，那长褂是明朝的服装。啊，所以这随顺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那在印度出家人的时候，都树下一宿。啊，晚上在树底下打坐，他就行了。在中国不行，中国这个气候不适应，啊，所以一定要有房屋。啊，当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中国帝王李勤到中国来的，来了之后，这一坛非常欢喜。啊，帝王大臣很多就是拜出家人做老师，啊，跟他学习。诸位晓得，佛法是教育，没有宗教仪式，这宗教仪式都以后搞出来的，以前没有啊。那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啊，啊，没有什么早晚课，没有这个东西啊，佛只是每天讲经教学。啊，你有什么疑问的时候，你向他请教，他给你解答。啊，全是上课。啊，教你的，你都要身体力行，你把它做到，那叫修行。啊，你比如说，教初学的，你刚刚来，佛教你说，教你五戒，教你十善。啊，这是你开头就得要学的。啊，教你六合敬。啊，这是因为大家在一起共同生活。啊，必须要遵守这个规矩，要不然就乱了。啊，教你这些东西，你通通都能做到。每一天给人上课。49年，
没有放过一天假。啊，真正是一个非常尽责啊，尽忠守这个职守的一位好老师啊。啊，他是职业老师啊，那身份我们搞清楚啊。那到今天我们还习惯上还这样称呼。啊，你要称本师。本师是根本的老师。创始的老师。这本师我们自称为弟子。弟子是学生的。我们跟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我们跟菩萨的关系是同学的关系。啊，菩萨是从前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那我们是今天后在后面的学生。菩萨跟我们是学长学弟的关系。这都搞清楚啊。啊，佛跟我们是老师的关系。搞清楚搞明白你才能学到东西。啊，佛不是神，不是仙，佛是人。啊，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在我们中国称为圣人。啊，在印度称为佛陀。啊，我们中国称为贤人，印度称为菩萨。孔子也有3000学生呢，72贤呢，那72贤就好像菩萨一样啊，啊，72个证得菩萨了，啊，还有没有证得这个位次，就相当于阿罗汉的很多啊，啊，所以佛、菩萨、罗汉是佛教里面3个学位的名称，啊，宗教里头。不可以说人人称上帝啊，人人称神，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佛法里头，人人都能成佛。那就是这个学位，人人都可以拿到。啊，它是学位的名称。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你就叫佛陀。啊，起心动念很难，这个放不下。啊，分别执着能放下，这人叫菩萨。啊，分别也放不下，执着可以放下，这个人叫阿罗汉。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不下，这人叫凡夫。啊，就这么个意思啊。这个都搞清楚搞明白。所以这一句是教我们。啊，真正学佛人，他的目标就是成佛。啊，你要真正发心做佛，啊，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修成正果，那你就是不断去放下，啊，不断的为一切众生服务，一切时一切处为一切众生表法，表法是身教。啊，做模范给人看了。让大家在日常生活，在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学习，学做一个觉悟的人。啊，唯有觉悟的人，才能够放下一切，啊，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个叫行菩萨道，这叫真正学佛。啊，所以这是发供养，这是真供养，供养当中的第一。
贤首大师望京还愿观，前面三条是理论，讲宇宙的缘起啊，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啊，我从哪里来的，跟你讲这个。后面三段都是讲修行，怎样回归自信，也就是怎样兼容求正觉啊！你看这个一开头给我们讲四德了啊，这四种是自信性德，我们要把它恢复啊，随缘妙用啊，随缘大家都知道啊，你妙用不知道啊啊，随缘是恒顺一切众生，妙用是什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也就是用清净平等觉去随缘，那叫妙用。啊，我们今天讲的很粗，讲的很浅，为什么？那太深了，实在讲，菩萨能做到，我们做不到。啊，就我们现前这个样子，我们怎么修法？啊，最近这二十多年来，我在美国时候就常讲，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们从这做起，这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这是不是入佛门了呢？我说得很清楚，没入佛门啊，我们真正这样修，我只把大家带到佛的门口，这在佛门口没入门。那入门我这个条件不行，要用佛的条件你才能入得了门，要守他的规矩啊。那他的规矩呢，要破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这是见思烦恼啊啊，或是迷惑，见是见解，换一句话说，我们对事出世界很多东西看错了，你统统把它修正过来，那你才能入门啊。佛很慈悲，八十八品太多了，把它归纳，归纳为五大类，这就好办了，这真是大圣大贤啊，这越简单我们就好记嘛啊。第一个，放下身见。你看六道众生，哪一个不执着身生活？佛讲，这是你所有一切错误的根，这一关不突破，以后就没法进步啊。首先要肯定身不生活，难得了，现在的科学家发现了身真的不是我，他也讲了啊，特别这些量子力学家啊，他们知道身不是我。